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嘿，大家好，我是有感笔电，今天我们来玩 Roblox 馆，超级多观众推荐给我的游戏。内脏和黑火药 Guts and Black Powder， 我一直想来玩这游戏很久了。看起来这游戏是一款设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丧尸游戏，一群幸存者必须用他们的火铳和刀剑来抵抗一群从地下涌现的不死丧尸大军，有是来对抗僵尸的。只是这次我们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03年，想当年没有活在这么久以前。Let's go！ 这完全是我第一次玩这游戏，听说它也蛮有挑战性的，毕竟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枪不是很强。哇，这个游戏电脑效能应该很好才能，你看下面一堆僵尸，然后还有火焰在烧，这光影左下角的17是他们活17天了吗？所以我现在是只能观战，是不是太多僵尸了吧？这他们要怎么活下来？我真的不知道。哦，因为他们在这里。Oh my god！ 哦，只剩这个人了。Where you're seeing another dude？ 没有，大家都挂了，只是你了，好吗？哦，他跟他也挂了。按 N 可以用职业吗？看起来每个职业有不同的武器，我好像太晚选了。我现在什么东西？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东西啊？各位，19世纪有感笔电，这看起来我有这个火钟，还有个腰刀，所以我可以按 X， 它就可以变成刺刀模式。他们的职业还有人选这种乐队耶，神父在这里，神父，你有订阅有感笔电了吗？各位，如果你希望这神父活下来的话，现在就可以考虑帮这里面按个喜欢吧。OK， 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我也很感谢的。已经有僵尸来了，我要试试看。哦，他们都先拿斧头把他们先杀了。我要怎么用木头呢？哦，他们可能职业才能够盖这些建筑吧。要有僵尸来了，射死一只了。哦，快逃！糟，补充子弹很久。哦，真的是这样子，要这样子用进去的。这应该第四个小时了，僵尸又来了。哦，这次好没射中，填子弹 ，Come on。哇，这子弹要舔一辈子！你看 ，Oh my god， 这是没有剪辑过的舔子弹画面。Oh my god， 有人挂了吧 ？Oh my god， 刚那位玩家死了就变僵尸了。你看，刚被咬的。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活超过24小时。看来有人在这边放了陷阱，不错哟。OK， 我跟这个人都守着门口。哦，有人。射死一只，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射死一只之后你们是要怎么办。这个要填100年子弹。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些技巧，我完全是这游戏的新手。除了用刺刀之外，我想不到其他东西。刺刀跟我的腰刀吧，我拿腰刀试试看哦。有用。我要倒了，没用，我要倒了。啊，僵尸！这个僵尸跑特别快，把他杀了。这个确定死了吗？我确定看看。确定死了。OK， 好了，看起来我还是很开心的了。当有感笔电被僵尸袭击 ，Let's go！ Yeah！ Nope！ 哇，我怎么没射中？我这个100年才能射一发，然后我还没射中。腰刀准备好，腰刀来清一下这边的僵尸。完了。神父，做事情的神父，嘛。Plus one scene， 哦 ，Come on， 就已经有一些罪恶了，就继续吧。Plus two scene， What's your sin, son？ 我喜欢神父，这就是我的罪过。That is not a sin， That's love, son。哦，我怎么变得这么真实？我前面在搞笑，然后我现在觉得很感动，很开放的19世纪。Go！Children， 我知道上帝都很爱我们，对吧？所以你看他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Stop it! Get some help! Yes! Die! 不要杀我的伙伴们 ！Yeah！ 我觉得建筑师在这个游戏很重要。Oh my god！ 又有僵尸，我来，我先帮你们挡一下。这些红色眼睛的僵尸是怎样？哎，神父，十字架，用点十字架。我十字架搞不好真的有用，只是我不知道什么用。My God， 这边有些人，帮人一下，我没有把他杀了，而且我还是满血。对，我们现在做得很好，新一波僵尸又来了。但我在研究按键，你可以直接进入商店呢，交给你们兄弟，你们可以的。Oh my god， 僵尸要上来了 ，Let's go， 像莫扎特一样。神父刚刚被亲吻了，看起来僵尸又有个罪过了。We're cooking me， 我们做得很好，确实。我现在杀了多少人？我现在杀了16只僵尸，看起来我的腰刀真的蛮有用的。然后现在一波僵尸又来了，第13个小时了。Yeah！我刚被僵尸，我刚被僵尸吻了一下，剩下最后几只，
OK， 都挂了，我们来这边摆个 pose 吧。哎，这个台湾的观众懂我哎。这是第14个小时 ，bro， 这外面什么都看不到。射十一只，腰刀，腰刀，腰刀。看这农夫僵尸，光头。哦，有段时间被攻击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我的武器。哇，有僵尸直接把我们一大片墙炸了。然后我现在终于被扣到血了，妖兽，来用绷带一下。哎，有用哎，用了绷带之后会慢慢回血。Oh my god， 又有更多僵尸了，太多僵尸了。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这不是拿破仑讲的吗？拿破仑都先走了，只留我们在这里。你觉得他为什么走掉？哎呦，炸弹！救命！我要挂了，救我 ！Oh my god， 我刚刚差点挂掉。为什么会有个僵尸刚刚手上拿了一桶 TNT 啊？还好我队友及时来帮助我。看起来19世纪还是有人性的。现在也有了。Accept offer， 你想跟我交易吗？在这种时候，哦，你回我血，谢谢你，台湾的观众。台湾最美的风景果然是人。Guys， prepare。OK， 各位准备好，大家拿起手机订阅我看笔电，来乱的。Oh my god， 这边一大堆僵尸，我已经看不到了，我觉得我要逃了，救命！我刚刚被卡住了，只剩我们一点点人了。有 TNT， 这人有 TNT， 他是古力爸爸。炸了炸了，用你的腰刀。我们现在第20个小时，哦，谢谢你，有人要帮我回血。我们现在只剩一点点人了，原本有很多人的僵尸又来，而且这次数量更多了。趁他们在用墙壁的时候了，我觉得要这时候打他们。我要第二十四个小时吗？我觉得很难呢。Oh my god！ 哦、oh, ，我挂了。我站到最后一颗，光荣牺牲了。哦、oh, ，最后一个人也被杀了。我们活到了第20个小时。看起来很多不同的可以选，像我刚刚就是当这个线列步兵，就是拿这个火铳。军官的话可以用手枪，然后水手可以用像霰弹枪的东西，大范围伤害。哦，音乐兵演奏乐器原来是可以让队友可以快速填装武器，然后工兵的话也蛮有帮助，但他只能用斧头，也没有枪。我还是选择军官看看好了。我换一个伺服器，然后直接重生在他们的第7个小时。再看军官有个军官特别的刀，我来试看我的手枪。还不错哎，但是啊，救命！还有这次有队友，我要试试看看我这个可以 charge 的。你好像要杀够多人才可以 charge。你看有个进度条，军刀，不，军刀的距离有点短哦，而且好像伤害也没有很高。神父，你真的有用吗？音乐兵还可以让我们回子弹速度比较快，但你有用吗？神父，手枪，哦，又没射中。还有谁？耶、yeah, ，想尝尝我的？哦 ，Oh my god， 救我！没有哦，那个人差点救了我，还好马上就换到早上了。然后你死掉之后，你的冲刺要全部重新开始计算了，不然 ，Nope， 我又来又没射中了。我等一下一定要换法国，我发现好像是这个穿红色制服英国特别不准，肯定有关系的。那军刀真的没有办法一下把别人马上杀掉哎。哦，不错哟，我现在开始有进度，有杀死人喽。这个头还在滚，可以当足球来玩。Yes， 杀了一个，就靠这建筑了。无限砍头，耶、yeah, ！我的军刀，哦，军刀可以冲刺了，冲刺，冲刺。我冲刺直接被一个拿着火药的僵尸给用到炸了。Bro， 拿火药的僵尸真的是太 OP 了，好吗？好像又听到火药声音呢。哎呦，好瘦嘞，一堆拿着火药的僵尸。哎呦呦，我们快办到了。Bro， 这僵尸还拿着斧头，剩最后一个。Let's go， 我们办到了，35杀2死，不错哟。我换成水手看看好了，水手有个像霰弹枪的东西，叫做雷筒冲吗？我试试看看哦，大范围攻击，这样我瞄的不准的话也可以准了吧。Bro， 有两个红色的，救他救他救他。OK， 然后这腰刀看起来比军刀强，那个军刀太小了，砍就对了。Oh my god！ What the？我又光荣的牺牲了，可以换法国了吗？为什么他把英国人变这样子，然后法国人这样子？这就丑化英国人的嫌疑啊！我这个人好帅哦！么么么么么 ！Bro，Bro，Bro！Oh no！ 他怎么这么主动？我们活了第16个小时，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活超过24个小时，对吧？这些英国弟兄 ，Do you like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么？Nice teeth, you too, bro. 我们的英国人牙齿真的是蛮猛的哦。Oh my god, 这洞还不错哎，刚好可以让我们砍。斧头感觉在这种小地方是蛮有用的。哦，攻破了，还好我们还有第2层防御，还剩下最后这几个僵尸。Come on, let's go.
不要怕，不要怕，英国万岁！我换这个工兵了，他可以做防御性建筑。加油加油！我现在是工兵了，我可以按 Q 做这个防御性建筑。哎，我试试看看，狂按我的锤子就可以盖出来。OK OK OK， 那我现在试试看看斧头。哦，斧头可以秒杀人。Yeah。然后你看起来可以修你的建筑，只是 Oh my God， 只是太多太多了，有炸药哦， 我们要逃了，各位 ，Surprise， 撤退，有火药兵，完了，第19个小时太难了，哦，我挂了，看起来他们都在守这里 ，Oh my God， 神父不要拿十字架，十字架真的有用吗？哦，那神父拿十字架杀人，好猛、哦，你看他们所有人都躲在这里，我下次也学会了，我觉得他们搞不好可以破得了、哦。他们是有策略的，虽然这边僵尸多到一个爆炸，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哎、欸，实在是有用点。那神父拿十字架的时候，很多僵尸都往后退了一点点。所以神父其实是很有用的。Oh my god， 所有防御建筑现在都毁了，但也只剩最后几个僵尸了，可以耶。让我没想到这19个小时他们可以活下来，而且还活这么多人活下来，太猛了。OK OK OK OK， 我现在也懂了，我现在要跟他们一起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盖个防御建筑。这边也再多盖几个好了，有些人进不来、欸。Oh my god， 外面已经有人变僵尸了。Bro， 已经有僵尸要进来了。Bro， 连怎么在这边盖了一个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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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要守住这里。Oh my god， 下面太夸张了。Oh my god， 僵尸已经上来了，拿起你的斧头。Yeah。哦呦，刚被那个僵尸的斧头砍到，现在血量只剩不到一半。人类存亡之际就在这时候了。哇，我要挂了。Oh my god， 我在被找我了。Oh my god， 神父也找我了。我怎么还活下来了？我现在只能只有一滴滴血了。第20个小时，我们可以活下来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防御的东西了。但神父看起来又使用他的技能，火药又来了，火药又来了。剩最后几个了，我们有机会耶。但大家血量都很低，我在这边再盖一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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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我们很幸运活下来了。我只好在这边啦，我现在血量很低，我是弱势族群。Oh my god， 直接有一个僵尸过来了，好快，还没有盖好。哎、欸，有人要救我 ，Thank you。Oh my god， 僵尸来了，医疗兵着火了，我会救你的。Oh my god， 我救不了，当我没说，太多了，我被击倒了，救命，我需要人啊，没人看到我，啊，我挂了。第21个小时好像真的不可能了 ，It's over， 只剩他们两个，而且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了。但他们还是奋战到最后，我们怀念他。OK， 各位，那看差不多就是内战和黑火药了，一个在拿破仑时期的僵尸游戏。那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个喜欢，也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吧。又有火药了，也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们玩游戏这个游戏的一些技巧。那每周一、三、五看别人 YouTube， 我是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